个是广义房伞，这个不知道底部摸不摸到耶，10块钱问路，可以，哇，直接飞去外太空了，飞出去，喂，我又回来耶，我就把它这么全部夹好，好吧，飞得远远远。它90好像可以了，可以。我感觉好像可以捞后面了。它真的都是。好好丢真的是没有多少。我原本想让它直接滑下来。它的右门也丢正门。正门丢。好问题，可能就是捏宝吧。被他捅。对啊。或者是这样子。老成出。哇。好吧。我要31跟61，看到后面，先看你前面有没有零，零就有机会了。然后看后面，哇，有机会了。没有机会了。不吧。还有办法到5吗？试试看。哇，很丢，那我觉得前面出完就可以走了。他死秒了，他可以拿。推推好了。把那个排骨鸡面弄下来，不知道那个是纸巾会不会掉下来。有那一只哎。哇，超赞！完了，我的唯一的一个机会。那就把排骨鸡面弄下来。好啊。然后排骨鸡面不会太轻。7、6。哇，它太轻了，果然太轻了。我前面的狮子精很重哎。对啊，这方法可以拉，什么鬼？哇，全部拉到正门哎。哇，什么鬼？它看可以叠成这样子，什么情况？有了。哦，有了。哎，什么鬼？要5个哦。5个应该不难吧？后面十斤就有，对啊，因为十斤很重。可以，我之前夹一盒公仔，然后夹一盒公仔，对啊，像那只后面那只我蛮想要的，后面那只好像挺新的，是我推的角色，可是这个泡面有点顽强啊，不懂滑下来，对啊，先把这个抓下来。我觉得这个只公仔有机会直接滑下来，还是我直接先攻它？逆推啊，看，因为我这边上小斜坡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洗衣球塔在那里，有了，啊，来吧，有，这重点是它可以吸耶，好扯哦。你那只沙鳄在闹。应该可以，这只应该是稳输了吧？又不能吸了，难道是中压吗？不要，我的地基！哇，我的小青要变地基了！啊，刚那个再救出了，对不对？可惜那个刚刚被抓走。啊，好可惜哦，刚刚那个真的不应该走的，我怎么会突然抓他？有了，哇！这个好，因为右门变太空了。我刚真的不应该抓他的，应该是我刚也不是故意杀他的，不小心。这有机会，我是应该再稍微抓一些东西来挡啊。对，要不然他右门真的太空了。不是，不是这样挡啊。有了。卡住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看来你越想要什么，就越得不到。我们不能想我们想要什么。那我不要它了。我们就随性的，我们就凑5个这样子，我们就随性，是不是好一点？好 ，OK， 就凑5个。对，我们就随性。滚开，这只。对，我说了，我不想要，怎么会是你呢？我不想要你，干嘛不来？那个泡面也很讨厌，真的不想要泡面，真的是带回去也不会吃。对啊。那只沙鳄看起来碍事了，可以离开了。真的，然后那洗衣球超烦的。先把这个白色东西夹，这个更烦。这个真的蛮讨厌的。
它一直卡着我，这个是什么啊？金龟，真的蛮讨厌的。这样可以动吗？哎呦，它的壳上蛮新的耶。它壳上新，就算这样我也不想要。对啊，把它给弄走好不好？哦，这是，我觉得那个金龟真的是。金钱龟哦，这只金龟我真的必须先夹走，这个金龟超级讨厌。对，它是认真的讨厌。这个金龟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它刚从头，哎呀，它把它稍微平了，它稍微平一点。这个耳机，这是它怎么装那么多东西？只要沙二能起来，虽然我不想要它，可是应该，哎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这盒也。哦，对，那我们房子试试看，把它用走。爱死爱死的东西。哇，这个真的过头。你好像丢过头了，兄弟。我虽然不想要你，可是你不用，你也至少帮我挡个路啊。然后这一盒是盲盒，是不是有四十斤跟一堆的没东西？真的哎，好好笑。哎，我要。飞飞飞飞飞飞飞！哎，右门为什么变那么空？为什么反而是右门在出货？哦，他躺好了，他躺好了。但那个金龟是卡我啦，因为那金龟最反规。对啊，没想到。哎，他越过去了，他越过金龟了，试试看能把它打出来。还是夹后面的铁把它撞下来。这它有那么重吗？我觉得铁盒有点难。太轻了。太轻了。要滑不滑的？它那铁的，它的那个塑胶盒这么……哎，就不要那个，为什么要那样？卡洞了，什么山？洞了，换一个这个哦。可这是假的吧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因为它没有正值，这是假的吧？这个应该是真的啦，可那应该是假的。对啊，这是假的吧？那有机会出来。那个香氛剂。哎，不要倒下去！我觉得洗衣球要离开。我觉得洗衣球要走，因为它有点太高了。嗯，我是要甩去。洗衣球太高了。嗯。不能甩了。嗯。荡。荡。嗯。它荡了吗？它好像，它好像刚不能前进哎。真的。哎，都正常了。洗衣球可以请你离开吗？洗衣球，好久，我不强求。我都是。不要他，让他至少离开了。看他公仔能不能动。其实那几个公仔就是都莫名其妙的。哎，对。也就是越不想要他，就越不出来。真的。铁盒可能要下来一下比较好。啊，被那一盒白色的太大了，那一盒刚好越不过它。哎，我把好滑哦，那一盒。我把摆的更好了，其实这边有地基。它如果能跑去右门，会最好。哦，右门。对啊，如果真的不行就算了。滑滑滑，很滑耶。对啊，那一盒沙盒应该是假的。被洗衣球顶住。嗯，洗衣球会卡它。终于抓到你了哈！哟，这有机会吗？阿姨，你想让它上去？我试试看这盒白色能不能稍微换一下位置。哎，有没有？它被白色挡住。白色可以夹后面啊，就不用装住那一颗。其实这个铁盒也不错。因为基本上像只要上去，好像都可以直接出了。哦，平台做。对啊，只是很难甩就是。是吧？哇哦。弹得更好了。掉下去。耶。因为要讲它其实算挺有力的。嗯。泡面。泡面。挡一个大路哎。泡面，你这是逆斜坡吗？泡面。哎，泡面其实挺顽强的，我才这样觉得，我还是装四十斤好了，四十斤。很硬。我好像
哎，这么是其实反而不好搓，你刚刚搓其实都是右门的。是吗？哎，搓其实动了，烦死了。你刚搓其实都是右门。好像是。你刚这么其实没什么在搓。哎，不要，我后面一定要打，可是要拿什么在打？这盒。哇哦，哎，你把它移开一点点。它可以动啊。反正这盒吧。然后翻快快的，有了，哎下来了，帮我卡个位置，我也开心。下来，它印不下来，而且那个盒是什么东西啊，看不懂。哎，下，哎，它很难下来。还是我其实把假设白色夹起来就直接进下去了。哦，有可能。什么鬼？变得好高哦！这样子拉得下去吗？反正我其实可以让这个抽货。都不能动。5、4、3。这个有点高啊。铁盒吗？是吧？哇哦！走。哎，两个都在这边冲啥？不是说好一个要去挡吗？再抓别人去打，不是说好一个要去打吗？十一到前面来，走哦！哎，这样的好。那我先出公仔，因为公仔一定比较重要一点。哎，这就有了吧？有了啦，这个100%回不去了。刚好旁边也帮你挡好了，真的，直接帮你挡好了。除非我手长，直接捏到它。有了，哎，好，这样几个了？6个。啊，才6个？我刚没有出吗？哎呀，我再差一个。哎呦，正好了。哎，这个应该有了吧？那边都挡得好好的，这个铁盒应该是会锁着，帮那啥东西。对啊，撞它。哎，我再试试看。哎，这你10个要送那个烤盘？我没有，啊，没有拼10个，我只是看这个公仔能不能动而已。因为它这个公仔只要上来，真的有机会出。其实我觉得这盒又有机会出，可是它真的很难闪。它自己好像看起来快要等级啊。它的那个。变得好难录，东西。是啊，东西太多了。哎，可我差一点，最后几次挖不出来就算了。嗯，这就是缘分的。对啊。全部都平了，大家都不想跟我们回去就算了。哎，有机会了。嗯，可就是要真的要录到转弯那时，那东西。哇哇，差一点，好可惜哦。因为我觉得基本上都平了，它只要能上到2楼。哎，有，错。哎，欸，它刚很薄，哎，我感觉刚有机会拖，哎，甩一下，有了，哎，欸，等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它？你后面都空了，啊，应该还可以，应该不用挡那个白色包顶的。哎，哎，而且不要去那咚咚。好，等等，这几次不行就算。好，那个2次不行就算了，咱们就放弃它。反正你有公仔。对。我总觉得我是可以跟那个夹子员干，要不要代替？应该可以哦。哎，就可以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不想要的时候它就有。我等一下好了，我把这盒白色夹起来，把它叠回去。对啊。哎，你怎么没有？它往前倒就好了。对，它会往前倒就好了。想要谁，他就会跑出来。是吧？哎，欸，那盒啦，那盒黄色东东卡了它。自己那个夹不到吧？那个超级太多。啊，可惜啊，还要吗？对。我怎么夹到它？飞吧！哦，它怎么转爪了？哇，它转到3楼去了，厉害！如果还可以吸在这里最好，只能吸到这边。这边右门，我觉得反而右门会。其实这门好像也不错，这门那个门口也是被你做的挺好的。哎，滑下来了，这个不够滑。这有吧？这一次还好像可以用打吸的。可以，再吸一次就有了。再一次，不要接到它。有了，很好，盒放超烂哎。算了，你看这里都烂掉了。算了，没差了。我这样就有5盒公仔。它好，4个奖。4个奖，可是这个应该就不好夹。
因为我早搞大了，用捞的吧。啊，错了。哦，真的。看我想要哪一个。它后面都是二。那我就。你就不要二，不要二。我不要二，你有二。好，三很好，非常好，上三。上三。非常好，有上三。他爪子真的挺大的。他是。好像他往外丢一点的感觉。好像长太大，怪怪的。应该是哦。真的好像。卡卡的，好像，哎，那我包屁股就直接往外丢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像这样包屁股，它就直接卡一下，不对。这么会接啊？我不要二，我不要二。八。哎，他骂我。七八。哎，真的，他骂你七八。太过分了。哎，很有力。很有力，超有力的。他可以打吗？哎，好像不行，要。就是这个好，这两个好可爱哦。哦、我都是抓到下面去的，抓到你跟它长太大了。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其实蛮好出的。我不要二，我不要二，我不要二，我不要二。四。啊，不是七，这就有点可。七，这个也有点大。真的有点大。带回去也是挺大的。哦。太轻了。搞到这个。太轻了，怎么不然它会坏掉啊？它会放手抓吗？应该会放手吧。我以为他在卡第二次。哦，有机会了。这个柴的，它长得很大，像捞不出来的。对啊，日本比较容易卡到那个。它这么有点外丢的，怪怪的感觉。对啊，然后莫名其妙就出了一个柴。柴。七，哎呦，三哎。但其实你跟三有。真的哎，你出了三个三吗？再捞出，哎，这个会外丢，这个会外丢，小心哎，好像都有点外丢了。正门很奇怪，嗯，正门最奇怪，再捞出来，对，它很像在捞出来，在捞，有了，外丢。卡住外丢，你帮我选一个好了。哦。打，反正就随便选一个。啊。OK， 边边角角我最爱，零哎。四十。好，最后一次，因为错已经空了，只剩下这个可以夹了。哦。哎。这个是很大的狗的哎。这个吗？好像很可爱。对啊，都蛮可爱的。哇。哦，好像有点机会喽。然后后面。来，这个可爱的大耳朵，有了，太多了。哎，它怎么是这样子？好像在那种老二翻出来的，这样翻出来。哎，好像有哦，哇，差一点呢，翻得很好。翻得很好，可是却没有翻出来。再翻一次，啊，好像不行哎，好像它好像有爪具，它翻不过来，是不是？刚刚。哎，对，它有爪具，翻去翻去，那直接包好了，然后它外丢嘛。嗯，它刚刚好。有点不能翻，对啊，大耳狗，全包外丢，好可爱，这是浴巾吗？好像是毛巾，哎，它好像有点顽强啊，再几次不行，它是因为它太软，应该是它容易卡在奇怪的地方，对啊，太软，来，这应该有了吧？哦，还有那个，还有上品啊，它上品很严重。因为有上品才会感觉外丢的吗？不可能吧？你看真的很好像真的有种外丢的感觉。有吗？哎，它真的为啥不出来？对啊，这个毛巾打的我觉得真的有点多了，只能拼它捏宝吗？好像是因为好像丢就正好就丢那个洞洞。怎么办？翻吗？翻后面那一个白色的东西中它。好。哎，那个奇奇怪怪的东西跑下来了，还是其实我可以抓点来，我只要捏一点点。有了。真的到这里来了。有了吧？好了啦。真的到这里来了。好了啦，该中了吧？是吧？有了啦，二有没有？
有饿了，可是是什么饿呢？我们先看底部是什么。我好，给我公仔。这么？对啊。我手机呢？怀疑这个这么满，应该比较好夹吧？这什么奇怪的？这个好像不行哦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感觉像诈骗。其实那边就还好，因为我刚把这个卡在那边，应该这是怎样？这应该是稳出了吧？你丢啊，一个洞，它是什么？可以的话是，它是零吗？五或零开头，五或零，对，五或零。你们都会想这样，就是我是想五五，有时候基本上那个二五跟六五旁边附近可能还会出现五，只是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啊，有可能，哎，没有，这里有可能。这是零吗？四十有哎，加正的哎，加正是什么鬼？这么哎，怎么大家都出到加正的？啊，没有，全部都加正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可以的话，我倒是希望可以抽到五五哎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是毛巾，是吧？毛巾吗？应该是毛巾，它只是做的枪口子，有必要吗？这个我还需要，好大。这个我还需要拍吗？我是觉得不需要的啦，好了，我这边就好了。哇，它差100而已。好慢哦。所以也很有机会下来一次。是啊。不是，这是。六。它怎么那么慢呢？还是挖水？我以前包装机，然后都会停下来。对啊，上升速度很慢。超级慢。嘿嘿。六，然后又停下来。对。我就觉得抓这个比较有机会。下面那个。是啊。它的上升速度很赶，真的很厉害。卡爪，哎，我再换一个100就好。它爪子其实挺大，是能抓两个。是吗？好像有机会。因为它爪子很大，这边抓两个卫生纸之类软软的东西。后面那一坨。对。好，宝家。好，能不能一次抓两个嘞？好像有，一个抓得真好哎！那个卫生纸太紧。有没有二开头啊？这是起伤。伤。是什么？这是雨伞吗？哎，是雨伞。再试试看，把枪位打掉。那为什么会有白色？它为什么会白色的？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有白色的。你看那个是全白，这也是全白。没有，全白是吊子。看这里。啊？吊子。哇，它好奇怪的东西哦。好，好 ，OK。这边都被刮完了，好扯哦。哎，对，那边都没了。是啊。哎，对，那边都没了哎。有了雨伞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刚刚看的雨伞吗？乔巴。它只是外包装好脏，我就要去打打开。你就把它打开。第一只是谁？哎，不错啊，好像是那个哎。嗯。电动伞。它是电动伞。我把它打开哦。啊。因为外包装太脏。OK， 最后一次。OK， 没有。